界就是隐退嘛，就是因为怕鞋子脏，这个太痛心了，哇天哪，今天太厉害，不是他舞蹈太厉害了，嗯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很厉害耶，对啊，那你会在上班的时候顺便来一下，你会这样带看吗？就是借到衣服，我们这边有一杆特价的，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听到喜欢的音乐，我就会。动一下，不小心动一下，对，那有人在就要不要买？要不要买？有，我看到有些就是客人会一起，就是他边看的时候他会动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我也会跳，我们一起跳。啊有，有现场示范一下。有，哎，继续这家店了。谁不想？赶快报警！赶快报警！多少钱？告诉你多少钱？我想买，可不可以？这样子，我再低一点。可以。震撼住了吧？震撼没有哦，震撼。他应该更会走回去报警。